妈过去求求上联，谈论风景比给无浪，还推动此松青老的田园风景。此松给万安山区有几米过有名，农民过有山给对待土地、环境生态谈论转好，居民也有过强给山区意识。过山盲体保存按讲的天然景观，上到此松按相应的风光屯顺铺给人情味，台湾好基金会提下这个盘四季节气的语文发通。一天二十的夜十年的，伊能用此松下云蜜给香烟来做主题，用传统农家人盘做的方式来迎接外地人，以此松体验特别的旅游方式。所以我起笔问，大家能去看哪身？一色晴天，强悠悠的雾天，腾轮风有了有意，评论烟风的高山，看起了清江，本人吃到轻松松。贵太偏的一田园风光，也只个是推动慈松乡万安山区种出了一有机米、清油面，不但只出产优良的好米，也因为耕种人友善的对待地土，附近的环境生态也腾轮变好诶。除了生产健康安全的稻米以外，它最重要的就是以贵太生产的过程哦，它就是很友善的来对待这个土。它不撒农药、它不用杀草剂、它不用化学肥料，都是用这个有机、可以用的这些资材，像有机肥料，用人工去除草。像早上我就还用来砍草，大早都来除草嘞，所以像安尼，对规下个环境吼，环境吼。包括蝴蝶生态里头，全部通通都可以回来。对民国九十年，万安山区如同中华的列祖山区人潮的一部分。首席人二十人的农民组成万安有机米产销班，对一开始的二十二公顷都压下沉重的 CP。有机耕作的面积占了总头田球总面积的85%，就冲起一个有机村。有机栽培是一个趋势啦，不管对产业、对环境、对消费者，伊拢是一个亲和的个生产方式。大叉桥行体天顺路，首建议青轮棒插草。虽然田球用的就有棒唔系咧草，不过伊唔吃到辛苦。伊讲对阿派开始都持松开天耕种。意思也得提土，由他也规模太小，如何使用农药囤发和肥料的传统农法，也下想法调整的做有机栽培，但是回馈提土的方式。条哥讲实在啊，你农村愧对他了，一直对好像是压榨呢哦，啊，今天真的我回馈他一点，嘿，这样子，哎，你看做的做勇气。教我咧下一代就爱来着，个继续吼，就好清好的土地，啊，清有养分，清有健康的土地，个继续做咧。台湾山区都有安尼想法的有机农民青岛，小建议成为其中之一。村民的山区意识强，为了发展有机村，一定提示保存天然风光，唔但抢严格避免共同建设破坏景观。有农民上爱睇田球、起仓库，也本人添花。天天看那过去，看那到高山，韩国鬼片天天的专做金黄色的部位，腾风摇来摇去，无疑是破坏视觉敏感的障碍物。也总可惜万安山区居民用心守护地图的成果。慈松人的生命感同的爱天然，藤树采体产业发展的台湾好基金会就带来资源，替慈松乡配合四季节气，期盼农村以文化通。今日慈松下月蜜月盛宴，就用传统农家烹作的方式迎接爱天游客的到来。
当分的天赋点啊错，黑客家歌手郑亚云请后堂的歌声评论下，雄燕就会开始诶。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妈妈准备上菜好吗？谢谢。时尚妈妈谈论发布后见，流出菜体披萨的料理，热情的款待人下。来，不好意思，上菜。一出菜，他家看的亲上爱食，等菜香酥按澎湃的菜色，平路贵式饭亲闹热，香酥味道传统综合的年轻味料理，每家人吃的又香又满意。要不要吃来？虽然是传统的烹煮，不过菜色其实做过调整，目的就是希望本外体验人下吃到真实的慈祥的菜体料理。那今天的这个半桌的话呢，主要希望是以米食的料理为主。那另外的话就是搭配我们真的是我们池上在地的食材。那另外就是还有一般农家可以吃得到的东西。我们这是把从外地来池上的这些游客，我们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人。欢迎他准做七家人来款待。据说一般农家过节时的户外番薯包小路边就上桌，在彼此度的海下，慈祥的包笋路边做的羊鞭拼盘的菜色，用山鸡、酱鸡酱、洛神花排骨，每出菜色就是得到慈祥妈妈的好淑女，每后都是用心搭配的秘密。我觉得它分量差不多，就不会太多了，那也蛮清淡的啦。不过一般来讲就是油炸的油腻的很多，我觉得还蛮爽口好吃。当然这个也是台东的特色，包括洛神，这个就是非常台东的特色。那刚刚他那个橘酱真的非常好吃，那个橘酱蘸那个鸡肉真的非常好吃。我本身有一半的客家人血统，所以我对他客家的饮食其实不陌生，但是我觉得他这次把所有的菜都做得很精致，就是跟我印象中的客家菜是有差别的。来，你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传统地杯游戏牌现推创意，青铜人吃都唔会冷。一台湾特别的烹煮文化特色，本家同外国亲久无古来的台湾人吃到过懊恼，就连对中国来的高文学生的也经讲过特别。我觉得很特别，很赞哦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吃板豆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台湾的文化啊，我只能说赞，真的很赞。在吃板豆这个机会啊，就是不是常常有，而且是像这种场面，我觉得很好，应该要常办。在大陆各个地方都会有这种像办喜事一样办桌的活动，都会有的。这一桌吃的它就是比较丰盛，然后它的味道可能跟大陆的味道不太一样，就是说各种口味这一方面，包括它做的花样可能更多一点这样子。所以说还是跟吃起来我们还是很新奇啊。菜色用心设计之外，就连摆盘也有好闻，口感四个香酥就会鼓捣。听人他五千操作前，慈祥妈妈就开始磨汗了。慈祥妈妈用拍摄的作品移动评论渐渐的发布，跟一般传统烹煮用的透明粉色的竹筋完全不相同。穿起是特别甜的米奶们的材质，看起来像是肥的作为质感，筷也是传统的塑胶筷，不过一支粉色一支橙色，营造出十分奇妙的感觉。从一开始的包括桌面的摆设呢，就是由我们的台湾好基金会他们来负责的，那就是比较不同于一般的半桌，就是用免洗的东西。那我们希望也是提倡一个环保的旅游，那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其实桌子上面呢都是需要清洗的餐具，没有就是免洗的餐具。它上面放洛神，对，上面放洛神，洛神花，还有放还有放。从此上后面囤新鲜食材，边做作当一出出的好菜，然后对食的文化地道，感受得到慈祥人的热情。
彼此行茶，彼此送老，也是认识慈善的好方法。看得到柜台边的服务体面头前，也有远远的灰暗神马。头我阿喜看得到的就是其实晴天，安那的风景不然很难再过去注意其他的东西。很舒服，阳光很好，空气跟水都很棒，很喜欢池上的人，还有风景也很棒，很不错哎。对啊，两旁都是稻田，然后在远处就是山峦这样。它有一点点烟囱效应，夏天会很热，冬天会很冷，清晨也很冷，清晨很冷。慈松乡文化艺术园消费的盛宴，带领游客去此行茶，体验桥高山笋、云松美景，小街各个景点的人文风光，用沉迷的土壤艺术，分外体游客认识韩国岛属于慈松的故事。来，还有谁包地瓜？好，那个包着来，包好地瓜。他家磨寒七叉，包番薯，包结论，增加一下二轮杯番薯。这样丢下去了，那你们要不要丢？人浪漫都可以。都市的游客体验农村的乐趣，高多听多讲唔得。就是结合了很多在地的文化，然后加上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。那跟我们原本期待的是比较，就我们原本期待可能是比较纯粹 local 的一些体验，然后他又就加了一些比较现代的东西，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。安尼的四季农村以文化通，一般民众帮群内屯农村的起立，对蔡天人来讲是开拓的语文视野，韩国促进的三期的热气力。其中它有一朵的社团、沙团，包括社区发展协会。包括一些像慈潭研究协进会、像同济会这些社团啊，其实有很多的志工哈，都倾愿意哈，捧出来为这些而付出啊。乡下人的那种感觉哈，本来对这些是比较漠视啦，较无哩方面嘅感觉呢，但是本来呢现在对刺激、对触动，大家大家都讲。用看安好嘅环境吼，结合吼，即你嘅义务活动，安尼来行销，真紧都可以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些人，大家的士气都被带起来。强有优惠有几多天？底部有慈松港中人的三芒大饼，韩国对地图的心意，用安尼心意送出好米。一下农民也用安尼的心迎接他家都慈善，来一点简单又丰富的理想。